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去虎林一趟，去参加一个活动，那边有 CCTV 的记者在那儿，然后也不是采访我，他是采访别人，然后属于去帮做个宣传。大光，准备好了吗？那走啊，走吧，走。别打扮了，换换衣服，梳梳头，把这个后衣不穿的拿着，拿着换换包去。你妈呢？在车上了。啊？在车上了。哎呀，挺有数的。走。这两大包不太。这个。黑球，看好家啊！别偷懒。出发了，我爸开车。这个树是啥树啊？也是杨树，杨树它是叶的，怎么变成这个色儿？不知道它这是什么色儿，像这是臭的。还在换车呢，换车呢。这我老叔正好回来，换一下。我爸不去，让我老叔再开过去。这一天光开车去，到临口了，买点好吃的去。百汇中和商店，这个21.5元。先去把票取了。候车室，这就是我们那个林口的小车站。今天等车的人也不是特别多。火车来了。这已经要到车上了，现在得坐6个小时了，慢慢加油吧。这已经到虎林了，现在在出站呢。虎林站，现在已经到住的地方了。两张床，我跟二条一人一张。二条他没在屋，出去好像是吃好吃的去了吧？一会儿看看他能不能找他。他说在这个步行街里，他给我发了位置，马上了，快到了。看到二条了，我走过了一点儿，不太多了。你不吃完了吗？那你在这等等着我呢。不知道你要吃吗？啊，行，走吧。完了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来，我知道你没吃，咱一块吃吃。对啊。啊，不知道你没吃，你在火车上咋吃着呢？我中午一吃个面包就。啊。那我吃你看的也不好啊。没事，我吃饱了，我吃撑了，我都没吃了。行。已经好了，然后让条兄在这瞅着也不太好。我不啥，我吃饱了。行，那我就开动了呗。开动了。而且你这个一点褶都没有啊，光溜的。你说胖的正经是吧？太胖了，显得。都说我老，说我脸上就瘦的抽巴巴，净褶。确实，你要是瘦的话呢，咱沟里一吹风一吹啥的。对。脸就黑，就显得老啊，显老，再一晒就更黑，又黑又那啥，反正挺好吃，就稍微有点辣。它为什么不下来呢？你要噎着吗？没有这声，哪有这声？没有吗？人都是了解，人聊着呢。啊，但没正式公开呢。不是公开，你给我下套了。你看你说正聊着呢，就了解啊。已经吃完了，现在回去准备休息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要不要来张合影啊？好啊。再找个黑地方啊，1、2、3。